这次的表演者是弘光科技大学，奇怪，你怎么那么眼熟啊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记得啊，你不是那个静怡的公关吗？不是啊，我是静怡的教学啦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教学，对，你跟我一样哎。好啊，那你怎么会想选这首歌啊？你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哦。因为呢，其实当初这首歌只是单纯想要分享给我们社团的人，单对，因为纯，它很好听，对，这么单纯的对，一就是句非常话。单纯的一句话，好，但其那实歌词内容不单纯。不单纯，对，好，那就欢迎我们弘光科技大学弘音吉他社带来的失衡。对，谢谢谢谢。谢。一次又一次的不告而别，就这样消失在我的世界，装作没感觉，我还在努力的为你辩解。当朋友开口问起我们之间，用尽全力编织美丽谎言，说我们多甜，像专业演员独自站在舞台上表演。什么留住的只剩下难过？我不懂为什么留住的只剩下寂寞。我累了，想放弃了，可我爱你，我爱疯了。像断了翅的白鸽，没灵魂的风格，只能随风飘着。我累了，想放弃了，可我想你想到我快死了，我不快乐，该怎么去割舍？停不住的拉扯，你会不会也舍不得？用尽全力编织美丽谎言，说我们多甜，像专业演员独自站在舞台上表演。我不懂为什么留住的只剩下难过，我不懂为什么留住的只剩下寂寞。我累了，想放弃了。我爱你，我爱疯了，像断了翅的白鸽，没灵魂的空壳，只能随风飘着，我别无选择。我累了，想放弃了，可我想你想到我快死了，我不快乐，该怎么去割舍？停不住的拉扯，你会不会也舍不得？时间静静的走着，天色。谁思绪混乱的，眼前模糊的，我还醒着，快要失去平衡。哦哦，我累了，想放弃了，可我爱你，我爱疯了，像断了翅的白鸽。
谢谢。